米其林二轮全球市场总监 Adam Story 表示，米其林轮胎作为永续交通系统的全球领导者，致力于创造更安全、更干净、更便利且更永续的交通形式。因此，我们与电动机车全球领导品牌 Gogoro 的合作是毋庸置疑的选择。要打造一款在潮湿条件下确保安全且效能更好的高性能轮胎是一项独特挑战。我们与 Gogoro 联手设计的崭新机车轮胎米其林 City Grip Saver， 不仅拥有米其林品牌的产品特点，同时强化电动机车专用轮胎的续航里程及前所未见的性能。米其林二轮研发专家 Florian Vilcott 表示，我们位于法国米其林轮胎技术中心的工程师研发出一种以高科技材料包含特殊二氧化系的创新轮胎胶料，以加强这款轮胎用于电动车上的性能表现。我们与 Gogoro 合作设计的米其林 City Grip Saver 轮胎为潮湿环境提供卓越抓地力，毫不减损轮胎寿命，且让电池续航力更为持久，为日常通勤提供更长的续航里程。作为米其林全球首款电动速克达专用轮胎，不仅要符合米其林的各项性能安全标准，轮胎的节能性也是双方研发团队的首要任务。节能轮胎最关键的是要降低滚动阻力，但却不能牺牲攸关安全性能的刹车距离，因此降低滚动阻力、控制轮胎滚动时的工作温度、提升轮胎接地面积等要项，都是双方合作开发的主要核心目标。本次携手合作开发的电动机车专用轮胎 City Grip Saver， 采用全新韩系配方特殊胶料及鲨鱼齿细沟槽胎纹设计，让轮胎保有排水湿抓性能，不仅有效缩短湿地刹车距离 11%， 抓地力全面提升，同时透过低滚动阻力设计帮助提升 14.4% 的骑乘效率，符合了节能目标，更提升了磨耗表现。全面标配 Michelin 全天候性能胎的 Gogoro SR、Gogoro SR X、Gogoro SR Cafe Racer、Gogoro SR Cafe Racer X 等车款的不仅骑乘感受在进化，即刻入手还可享好礼折扣，最高13,000元优惠，再送 Gogoro 复古骑士安全帽，首年月付499美元骑到宝。除此之外，可依不同车型再享有折扣金、延长保固、蓝牙耳机等多重好礼。详细活动办法请参考活动官网。